鬼，女老师被逃命反凹双脚。本校三年中班方瑞欣同学检举匪谍有功。返校学姐方瑞欣死后30年，翠华中学的韩翠楼变成鬼屋禁地。没想到看似乖乖女的转学生刘云香，转学生装得很辛苦啊。你也违反校规了。我是鬼啊，有差吗？放心啊，这边不会有人的。所以你为什么是鬼啊？班导说的啊，拖垮班上成绩嘛。你不是说这里没人来吗？之前都没遇过人啊。你在干嘛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原本的样子了。喂喂，你走了，走了啦。韩翠楼真的不能进去了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有东西掉在里面。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，知道吗？报告教官。说，有云香跟我说，他昨天去了韩翠楼。好，考卷从后面收上来。老师，这张不是我的考卷。你够了没？你给我站好。老师，这张真的不是我的考卷，我的考卷被他们传到那边去。要去哪里？我很清楚的是，今天晚上一定要。我们可以约定，只要这是你想要的，我可以帮你。我不想再见到他。闹够了没啊？再不出来，全部记大过。不敢出来是不是？刘云香，接下来